我们是刚刚是接到了我们的女神杨幂，接下来过后呢，我们是接到我们的女神宋茜今天的打招呼，但是旁边的两位保镖好魁梧，把我给拦了出来。然后今天我们的女神好像走的都是高冷路线哈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在明天的女神节，哎，女神节的前一天是不是女生节啊？那今天我们宋茜应该属于应该过今天吧，她应该过的是这样的一个女生节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宋茜，然后到达我们的首都机场的一个画面。让不要现在的直播间的宝宝们看到这个画面，是不是很开心？这样近距离的看到我们宋茜的一个机场的一个动态，是不是福利很好？锁定我们的全明星直播，我们在机场今天还会有很多女神出现哟。那我们的宋茜今天戴的墨镜也是非常的酷哈，然后她好像每次出现到机场的服装都不一样。明星出现的机场的画面好像，特别是女生哈，她们的机场的一个着装，我觉得是非常别有用心的。虽然看着很休闲，但是真的很漂亮。那宋茜老师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哦。宋茜老师可以和我们全明星打个招呼吗？全明星直播，对 ，Hello， 有时间来我们直播间玩好吗？今年除了综艺，还会就是出歌唱吗？然后还是上去问，他还是没有回答我，好尴尬呀。但是他刚刚。那个来我们直播间玩好吗？他说一句好呀，我就觉得已经够了。然后他牙齿好白哦，这是我就是直击我们宋茜的一个画面。今天北京天气也非常的好，所以呢宋茜今天穿的也非常的单薄。那他今天出现在机场的这样的一个服装，好像和之前的就有点不太一样哈，之前好像就是露肚脐呀，就更还是有带点小性感的，但今天呢就是整个一身牛仔着装就非常的，还是非常的休闲，然后呢也整个人就感觉很可爱的一个风格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宋茜已经上了他的车啊。哎，你好，拜拜。然后他在车上呢也和